你好，给来碗羊杂汤，要碗20的，只要羊杂。今天温度太热了，40多度。啊，来，你看，20块钱羊杂，今天只吃杂啊，就是羊肠子，那块是什么？肥牛。哦，护心肉。给你们看，现砍现切，大爷永远是这样，稳如泰山。这边就是大锅里边现煮，守着锅，现场有50-60度。做生意虽然生意好也不容易啊。这是羊心，一只羊只有一个的小心肝，要2600。腰子，哎，腰子好。像我这种年轻人特别喜欢吃腰子。大爷笑着说：“大爷上去了，够了，70了。”哦，但一点不像啊。大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，让我羡慕不已啊。然后再来上一点这个羊肚。哟呀，你们说吧，在你们那里20块钱能买多少？羊血免费加，来上一把葱花和香菜，完了，加上来，满满的这个羊杂羊肚20块，他们家是坡里大集里边这个量，我不多说了啊。我们等一下，大爷切完这个了，我们再来上一点大饼。大饼都是从锅里边现捞，你们看，他一定得拿汤煮一煮更入味儿，是吧？哎。这边去烫，我们再来上一点大饼啊！饼免费，汤免费，只要你带着肚子来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这就是好客山东的这个漂亮。